馆长张华冠今日举办第二任就职390的记者会，伊徛伫馆府头前的民主广场草皮，说明两人八党推动的文化观光各种南面开幕，争取国宝馆的政绩，并且强调除了太平分会之外，再来规划串联蒜头藤奖的 Double S 景观桥，含2018年台湾灯会伫嘉义，要让嘉义让世界看到。啊、欢迎我们的运动员起来都短肩啦，我们嘉义女团来现场，我们所有来宾我们一起来。第二任的三年内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嘉义因为我们有梦想而伟大，那我们就从人民广场开始哈，因为我们也非常感谢嘉义县议会哈，大家拢讲吼，嘉义县议会无甲阮三半甲吼，议程全部通过，议长其实他讲了一句话，因家己咧评议程的时阵，就抬价吼，啊，争得头破血流，没有什么钱好浪费，因为我们就是全国最劳苦穷的县市，但是他都让所有的议员发声。所以我非常感谢嘉义县议会在每一次的预算在我们非常非常有限的资源里面让我们顺利通过。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十八乡镇公所一直在跟我们县府做无缝接轨的一些地方跟中央的大型建设在一起。那我想嘉义只有人民团结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绩。馆长达达算到就任以来文化观光新时代的理念到现在的成果，强调文化不是奢侈品，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嘉义县结合着观光旅游和产业，开展欢迎地方成就经济发展。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